方才重新见朕的，可都是各脉的天才弟子啊。嗯，如此短的时间，别说谭云身负重伤，即便是巅峰状态，也不可能这么快杀光所有人。既然杀不掉，而剑阵又要破了，很显然是谭云被杀了。文宗主看中的妖孽弟子，绝不可能就这样死了。谭师兄，放心，我死不了。哎，刘师兄，我们武魂一脉不能没有您这样的强者。段师兄，您是我们圣魂一脉的天才弟子，怎么可能会死？你上哪儿了？要不要紧？别哭，我没事儿。你们凑近些，我有话要说。放心，我是装的，我只是不想那些杀我的人待会儿遇到我直接不战而退。你们也装一下，别让人看出破绽。墨翼，诗瑶，你们别急，让我看看他的伤势。谭云受了很重的内伤，休养些时日便可痊愈。你们不必担心。你伤得很重，接下来争夺卧龙榜八强，你能参加最好，实在不行，也无需勉强，明白吗？弟子明白。大嫂，您还得守擂，谭师兄就交给我吧。钟无师姐，您也不用担心。孟毅，你若继续守擂，方才谭云的仇家绝不会放过你。首席，弟子要继续守擂。孟毅，切记，守擂和你的性命相比算不了什么，如若不敌，务必及时逃离卧龙台。弟子遵命。穆姐姐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。苏冰，继续吧。是，宗主。孟毅，准备好了吗？首席，守擂之前，弟子还有一件小事要处理。好，别耽搁太久。
武红，这是我出关时你给我的死亡属性和兽属性的极品宝器飞剑。现在还给你。哪位同门有死亡属性或者兽属性的飞剑，可否借我一用？大牛，我听说当初有位前辈给了你们很多飞剑。大嫂，我这有一柄您需要的飞剑。弟子只接受单人挑战。神仙登上二号卧龙台便是挑战者，若还有人跟上去，本首席格杀勿论。丹麦守擂之战现在继续。